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这礼拜是耶稣的受难周，是耶稣在世间的活命最后一礼拜。这个最后一礼拜，几世纪来，咱拢称作受难周。这个受难
通讲就是对圣经伫四道行传遐所记载，讲受难了后四十日中间，耶稣捌甲伊学生显现互因看，用无共款的方法来证明伊家是活的。这个受难就这个受难，咱会通对希腊文还是拉丁文来看伊的描写。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讲指心，还是指情绪，包括心情的痛苦在迄内面。圣经嘛有在讲，讲耶稣同情咱的软弱。检出讲，伊经过死的痛苦，伊经过死的痛苦，啊，这个痛苦所产生的迄个吞忍、迄个忍耐、迄个怜悯的情操，相当甲这个希腊文内面在讲同情，就是甲别人同苦，所以这个受难者。就予咱甲耶稣做伙同苦，来体会到伊怎样有着世间人所付出遐尼大诶代价。今日伫即个生命之道内底，我要甲咱做伙来分享即个受难周即礼拜中间有几项值得咱来想诶。头一项就是。在这个章丘主日，就是这个礼拜日的时候，耶稣本来在各所在的给人医病，还是关心这些人，过去都避免公开。不过在这日很特殊的场合，耶稣用真壮观的方法出现在耶路撒冷。这个大圣耶稣有吩咐学生，伊伫加拉山的山腰，迄、那个伯法基还是伯大尼，耶稣找两个学生，讲恁入去城里，就会看见有一只驴啊。白伫迄个所在，啊，偷窥来互我徛。假使人问讲，恁偷窥我要创啥？你当家讲，讲主要用伊，伊就将驴啊，互你牵来。所以耶稣学生照耶稣话去安尼做的时，啊，真正有看见。一只驴啊，伫迄个所在，吼，啊，然后伊就甲伊牵来。所以，当耶稣学生牵驴啊来时，众人伫迄个所在用迄个樟树叶伫遐画，讲好善啊，吼，伫主内面得到娱乐，吼。这个都是甲恁讲起耶稣伫这个拜中间。这个开始，这个章丘主日的时，就已经进入伊的生命最后一礼拜。拄像先知所预言，讲耶路撒冷的百姓啊，恁着爱欢呼，看恁的王来，伊是德胜凯旋来，欲谦卑徛如啊。那照一般来讲。徛如啊，对伫巴勒斯坦迄个所在，因的观念就是一个和平，也是讲这个生活所使用一个工具。徛马是为着战争烧台，徛如啊是用和平。所以伫圣经内面伫讲起耶稣徛如啊，就表明耶稣是一个和平的人君。耶稣用和平来到伫这个世间，伊诞生
出世伫迄个马座的所在，表明伊的卑微。哦，拄如亲像即个先帝所有言，谦卑。即个时伊谦卑徛如啊，进入即个要塞殿。徛如啊，毋是要烧台，所以徛如啊来到伫要塞殿，互人通知影。伊是用和平来到伫即个耶路撒冷，那么知影讲来到耶路撒冷，会拄着真济个一个困难，总是伊犹原照上帝旨意，照上帝所安排，大声叫学生去牵遐炉啊，啊，然后徛炉啊，啊，众人用衫铺伫路呢。啊，是铺伫迄个炉仔顶面，啊，拿长手机伫遐画，好山啊，好山啊！伫遮咱通看见，即个众人安怎的环境？耶稣并无拒绝，因为耶稣知影，即个就是伊要互众人知伊来到伫世间的目的，一个真要紧，一个真喜悦的一个表现。因为古代一个真要紧，不是用嘴讲，互人知影，就是用戏剧的这个方式，就是徛如啊，来表明讲耶稣用和平来到伫这个世间，来到伫耶路撒冷，不是用这个法利赛人经书宣证，是用这个如啊和平带来这个和平福音，来到伫众人中间。后来伊佫倒转去，吼、哦！伊原来伫迄个橄榄山腰，迄伯大尼的所在休困。也拜一的早起，耶稣就甲伊学生对伯大尼行到耶路撒冷。因为在伯大尼到耶路撒冷这个路程，是照犹太人因的律法，有律法在，因有真济条，毋是干来讲摩西五经即个律法，毋是十条戒即律法来听。即、这个经啊，书法的世人因对摩西五经，也是对十条戒，另外个延伸规清条，以及细节，所以因讲要来到耶路撒冷。伫迄个安息日的时，未使行超过规律路，所以伫伯大尼到耶路撒冷，拄伫迄个范围内面。所以耶稣来伫世间的时，并无违反当时即个经学书因所的要求，吼、哦，遐个规则，耶稣嘛是遵守。啊，耶稣来到伫伯大尼休困，隔日伊就甲学生做伙来到了耶路撒冷。当伫这个路的中间，咱在伯大尼甲伯法其伫山腰的所在，通讲是左丘甲无阿果丘的庄下，意思是讲迄个所在产生这个左丘。也是无花果树，有迄个无花果，也是做迄个做树的果果子，啊，做树果子是真甜真好食。无花果树的果子嘛是同款。耶稣来到伫这个无花果树开时，可惜看无到迄个无花果树果子。这都在形容讲。都是像以色列人的心灵向的送香，像迄无花果树无结果子。我捌种这个无花果，啊，这个无花果，你若看伊在发苗的时无迄个果子，安尼大概迄年无迄个果子。
也未发酵的时候，若有果子，你就发现就讲，遐果子一直大，啊，叶啊才慢慢大起来。所以那是有无啊果叶，无看了果子，表示开始的时候，伊就无可能伫迄年来结迄果子。耶稣看这个无啊果树，拄着像以色列百姓，因的心灵欠缺。那用咱现在农业的这个方法，现在是欠某一种营养，所以特别结迄个果子。所以耶稣伫这个时阵，伊到底要落撒令，通过安尼底下来清洁圣殿，来显明伊的权威。因为迄丛无啊果树无结果子，主耶稣甲伊讲，我永远袂当食你的果子。伫圣经内面所记载，迄、那个果子后来就打去。耶稣用安尼来教示学生一个真要紧的事实。所以耶稣甲学生安尼讲的时阵，这个彼得特别注意这个代志，所以伊就问耶稣讲：“安尼，为什么这个无花果树就打去？”耶稣也生，也是这个经文书就问耶稣讲：“你有什么款的管？”所以底下谈讲这个法利赛人。甲遐经阿叔，伊就在问耶稣，讲到底你平心管做这代志？耶稣就甲伊讲，讲约翰的假说呢，是对上帝，还是对人来？后来因就开始底下在争辩。伊若讲是对上帝来，为什么因不爱相信这约翰？那是讲对人来，行了人会对付因，因有真济人去对约翰，所以耶稣底下甲伊辩论中间，因问耶稣回答耶稣讲：“讲我唔知。”耶稣就个讲：“安尼，我无甲你讲，我凭什么代志来做这个事？”对迄个逻辑来讲，耶稣的回答真有逻辑，嘛真有智慧，互咱通看见，这是咱伫生活中间所在学习耶稣的智慧所在。因为耶稣伫遐清洗圣殿，甚至甲学生安尼讲，讲恁得要有信心。这是一个咱伫遮大声看见伊进入耶路撒冷头前所发生的代志。所以咱再过来听音乐，继续第一站。
啊，来听这，咱个刷来讲，耶稣伫这个受难周，这个拜二开始，到伫拜四这中间，通讲就是伊替阮的日子。这个替阮的日子，就是伊安静伫迄个伯大尼的所在，拢无出门。咱知耶稣伫充满危机的时阵，耶稣最需要就是安静，离开群众并休困。其实咱伫生活中间，咱会通对耶稣来学习。伫咱真无闲的生活中间，咱嘛需要有一个时间来休困。这是阮一个长老。伊咧讲，咱一日有24点钟，8点钟是做工课，8点钟是休困，另外8点钟就是你爱休息的时阵。困8点钟，工作8点钟，啊，另外8点钟你就是爱休困。这个休困，这个中间你会当做真济代志，包括你家己读圣经灵修，还是你安静来思想，还是说你来读册，这都是你除了工作困以外的时间爱做。包括这中间也有运动的时间。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就是这款就像我们生活8点钟的中间，会另外8点钟伫遐休困，同款。因为耶稣过来所面对，就是可怕的世界伫头前的等待，所以头前所要面临的真济的问题，伊需要伫这个时阵安静。有一首诗叫做《你扶持我》。You raise me up， 这首歌啊，阮教会圣歌队捌吟。啊，这个歌词是安尼讲：讲当我心灵跋倒，心情真郁卒，艰难临到，我心沉重无比，我就点点伫遮安静听候，直到你来坐伫我的身边，你扶持我。和我徛伫悬山顶，你扶持我，经过大风大浪，我坚强，因为伫你的肩头顶，你扶持我，超越我的心意。这首真水的诗，我前日阮教会有一个姊妹，伊接受洗礼，伊来教会无真久。啊，对阿姐来引带伊来认捌教会，认捌耶稣。后来伫这帮顶礼拜，这个张秋主日时，伊来洗礼，伊洗礼见证，就是讲伫个生活中间，拄着像这首诗，伊讲听到圣歌的吟这首诗时，伊真感动。有影，这个诗安尼讲。讲当我心灵跋倒，心情真郁卒，艰难临到，我心沉重无比，我就点点伫遮安静听候，直到你来坐伫我的身边，你扶持我，和我徛伫悬山顶，你扶持我，经过大风大浪，我坚强，因为伫你的肩头顶，你扶持我，超越我的心意。耶稣伫替阮日，伊就离开群众，有休困的时阵，来培养伊头前所要行的路。伊头前爱承受真济即个痛苦，所以伊需要安静伫伊所在，通过默想，通过准备，互伊得到新的启发。就咱常常在讲一句话，
讲休息是要走更远的路，有影耶稣伫这个所在，伊就是用这个休困来得到一个新的开展，和上帝帮助伊来赢过头前所谓行的路。啊，这就是耶稣伫这个受难周，咱会当看见各一项值得咱来笑脸来思考的所在。好，所以咱继续过来听音乐。
所以咱来看，伫圣经内面伫讲，讲度假节头一日，就是台搬过节羊过日。学生问耶稣讲：“你爱阮去什么所在避班，互你食搬过节啊？”耶稣亲耳先甲因讲：“讲恁入城，就一人带水板，要拄着恁，恁着跟去。伫所入的所在，甲迄个祭主讲，讲先生讲，我的客厅伫倒落，我要伫遐甲我的学生食搬过节。讲伊要用楼顶一间大厅摆设陪伴，互恁看，恁伫遐通为着咱大声陪伴。”后来学生出去入城，既然拄到教义所解讲，就陪伴搬过节。那在犹太人因所徛起的所在，伫楼顶有陪伴节的所在，啊，迄、那个所在就是爱对边啊，无甲迄个伫楼卡烧烫一个楼梯啊，上这个楼顶，兼这个所在也通做仓库。啊，是讲招待人客伫遐休困，啊，是讲伫遐咧谈论代志，吼，啊，是伫迄个所在，像讲耶稣叫学生，即、這个主人就是陪伴迄个所在，要甲耶稣甲只学生做伙来食搬过节，即个宴席的时阵的所在。啊，咱在即个拜时，耶稣伫遮甲学生。来修这个搬过节，那在这个搬过节意义，就是犹太人特别离开这个埃及的时阵，上帝甲因讲，爱每一个家庭啊，那是人较少，都两个家庭还是三个家庭做伙杀一只羊啊，啊，用烘的袂使用煮的。还羊血爱抹伫门的所在，哦，啊，犹太人、以色列人伫迄个时阵，因着照上帝该吩咐，所以伫迄个搬过节，上帝通过摩西，甲以色列人讲爱做这个代志的事，就是和以色列百姓。无拄到大件损失的一个灾厄，因为伫迄个时阵，所有以色列人，因为因拢照摩西甲因吩咐，杀羊啊，啊来食羊肉，用烘的，迄、那个血抹伫门的所在，所以上帝使者伫迄暗，就是若有看到。这个厝有抹羊仔血，就该搬过，所以叫做搬过节，也是讲 pass over， 就是搬过。上帝使者搬过迄间厝，迄间厝的大件都无受灾的。迄个时阵，咱知埃及包括国王，因无受这款上帝吩咐因的，所以因所有的大件。啊，是头前生、前生，拢伫迄所在，伫迄暗，就死。为着这个代志发生了后，这个法老就允准摩西讲：“安尼好，恁带他出去。”所以，这个搬过节对以色列人来讲，一个真要紧的节日。因当年爱守这个节期，就是纪念因得到逃亡、得到自由、离开埃及束缚。做奴隶，以这个家庭的生活，一个真要紧的日子，就是出头天。啊、所以，这个搬过节，因以后逐年爱修这个搬过节，这个修这个搬过节，让因纪念讲祖先安怎有得救，安怎得到自由，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日子。所以耶稣甲这学生同款来修这个搬过节，所以。耶稣就找彼得、约翰来做这个安排。当时这个守搬过节，包括因爱食羊肉以外，就是食苦菜，还是讲在
用迄、那个啊，咱普通在食的果酱，安尼面包温迄个果酱在食。哦，啊，因爱食迄个无加饼，为什么食无加饼？因为因要出来吉，爱炸只面有闹咖，通讲无法度当底下来烘，所以互因知影讲爱炸即个无加的饼，安尼较袂歹去。即个种种都是伫甲咱讲起，上帝安怎样通过因的食物、因的生活有关的，互因无拄到妖恶。唔，那呢？装备因知影头前所要行的路。到第迄时阵，咱嘛看见耶稣佫另外有一个真要紧的动作。这个要紧的动作，就是耶稣提囡仔甲学生洗脚。耶稣提囡仔甲学生洗脚。耶稣用安尼来教学生。和学生知讲，因就爱安怎样来三服侍。那么知讲，伫台南的中央大学，这几年来，差不多当年的毕业典礼，就是教授、校长、甲学生的代表洗脚，表示像耶稣甲学生洗脚迄个意义。意思是讲，对这毕业的学校的学生，的确爱学习。给人洗脚，这款的疼的行动。咱来讲疼一个人，家己用嘴讲无效。疼一个人，你就是要用你的行动来表达你的疼。所以耶稣在这个圣经里面有记载讲，伊教学生讲都要三工洗脚，因为耶稣在教学生洗脚的时阵。彼得讲，耶稣啊，你别让洗过来卡，因为彼得歹势。圣经讲，耶稣甲彼得讲，讲我若无洗你的卡，我就甲你无关系。彼得就甲耶稣讲。讲唔啦，洗我的脚，就我的手甲头嘛，甲我洗。耶稣讲洗身躯拢洗了，主要洗脚那点。所以耶稣甲彼得安尼讲，讲人洗身躯了，只有甲咱洗脚。耶稣佫刷来甲伊讲，讲恁已经清气，唔过无拄拄大家拢清气。耶稣只暗示讲。有一个人特别被耶稣，这个圣餐了后，半暝，因就做伙吟诗啊，到底迄个客西马尼园底下来祈祷。啊，咱在客西马尼园祈祷，客西马尼园耶稣甲学生修圣餐了后。伊就带学生到伫克西马林底下来祈祷，是耶稣互人掠诶以前，迄、那个半暝中间，带学生底下祈祷，学生真野心，总是耶稣甲因讲，都系敬信祈祷，一拜过一拜来提醒这学生，都系敬信祈祷，讲讲免得被就被黑，打第一个祈祷。了后，那怎样？耶稣学生中间的一个犹大，就去偷遐祭司头，带人来抓耶稣。因伫迄个半暝来审问耶稣，那照咱现在来讲是无合法，伫迄个时阵来审判耶稣。我们能知道，这是一个在拜五，一个受难，一个很要紧的一个时刻。因为在这里我们能看见，耶稣在这个拜五受难日的时候，他怎样
受到无公开、无公平的这个审问，也咱通知影，这个悲剧就伫安尼来发生。这个拜五，后来咱通知影，耶稣伫这个拜五就予人送去到这个各个他的所在来定的十字架。所以这个受难周到底拜五都是一个最高调的时阵，啊，这个拜五最高调的时阵，就是真济基督徒都利用这日来敬假，表示咱对耶稣为着咱受苦这个真要紧的笑脸，也阴暗八点在咱台中流亡教会有台中二区的这个教会兄弟姊妹。啊，游玩伫这个所在有聚会，伫少年这个受难日，也通过这个受难日，咱会通知影耶稣为着咱受难所付出遐尼大个代价，咱应该在少年爱纪念，甚至咱爱将这个纪念的心，互咱通知影，咱会通加做一个基督徒，是因耶稣基督通过伊个受难。也受苦来拯救咱这失迷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好，刷单过来听音乐。梁兄弟，咱阁续咧，我来介绍一本册，叫做《山顶的舞台》。这是耶稣的受难记，一个真清楚，予咱通看见发生伫欧洲真水的山，叫做阿皮斯的山卡，有一个庄稼的所在。啊，这个庄稼叫做
乌波阿妈狗，好、哦，这个乌波阿妈狗，乌波是 up， 狗是 area， 好、哦，阿妈是一个山狗，好、哦，好、哦，这个、山狗的一个增加，啊，这个增加谈讲是要纪念。在三百多年前，因为上帝通过这种在百姓的认罪悔改，将当时发生在欧洲这个乌死病的这款的问题啊，因为通过因的认罪祈祷。来停止这个乌死病的这个争议，因为有一个记载，就是讲有一个种的人，落去山脚伫遐工作，去染着这个乌死病，回来时啊传染着其他的人，啊所以传染着其他的人，这款的代志对于这个种来讲，因真无法度。后来因就组织。祈祷上帝，上帝怜悯，认罪悔改，所以上帝听，通过因的祈祷，这个病就无地到和这个正义人一个一个安尼来离开世间。所以这个正义人对迄个时阵就开始许愿，讲每十年来演一个。耶稣的受难剧，好、哦、啊，所有的角色拢是对全真的人来担任这个角色。哦、有人扮演做彼得，有人扮演做约翰，有人扮演做犹大，有人扮演做耶稣，有人扮演做这个比拉多等等者，就是耶稣受难。这里面所经过这些人，就是说耶稣替耶稣耶稣的这个、哦啊、另外一个叫做西文、哦啊、阿里山大西文、啊、他也是有这种角色在那个中间，这是发生在1630年的冬天，有一个出外去工作的青年人，倒转来时感觉讲身躯真忝，啊困的，后来死的时皮拢变乌。这款就是当时流行伫欧洲的乌死病。啊，这个乌死病，谈讲死伤不止一人。啊，当这个症，因为有一个人出外，所以带来这个病。传染伫这个正义人，也所以为着安尼，咱能知影，这个乌死病底下死人未少。后来专政领导的人，带因来认罪悔改，所以这个乌死病就停止。为了要感恩，因这个正义人就许愿，讲当。十年演一摆耶稣的受难剧，最近就是去年，哈、哦，去年谈讲啊，这个六月，哦、啊，伫这里、个、做啊，这里阿伯阿妈狗迄个所在中有演这个受难剧，啊，下一本是。的作者是伫1999年啊，一月报名，伫2000年的时六月啊，有去参加，所以将这个给写出来吼。因为这乌死病发生伫欧洲的时阵，伫咱基督教的圣诗内底，哦，有一首讲大愿感谢上帝，就是对这个。Rinkert 这个牧师所写的，因为这个 Rinkert 这个牧师，伊伫乌死病发生的时，
伊通讲一日爱举行几十只、几十个的人的这个埋葬的礼拜。啊，所以伫迄、那个，咱就通知讲人安尼拄着即款的病、即款传染病，一日一日死的时，迄、那个恐慌。所以这个症是因为有一个人出外去染到这个病倒转来传染到其他的人，所以因底下来认罪求上帝赦免人民医治，所以停煞这个乌死病，所以因十年就演一摆这个啊耶稣的受难节。所以咱那是要来参加看到这个恩节，这个受难节的时阵，咱可能在到的2019年的年初报名，到2020年才会当看到这个恩节。啊，咱兄弟姊妹会当准备心，伫2019年，哦，咱今年是2011年，过八年，过等八年来报名。啊，2020年六月，咱就去参加伫这个 RPS 山卡，有一个叫做Over Amagao 这个增加的纪念耶稣受难，这个受难节的这个演出，这个增一代过一代，让全世界人类来见证上帝恩典。干净耶稣基督救赎，谈讲安尼已经演几十场啊，所以咱呐有机会，咱会通注意这个代志啊。伫2019年来报名，到2020年六月才会通看到这个景，伫遮顺续介绍予咱同知影。法人通知影讲，这个耶稣的受难周，包括咱伫这个当年的受难周的时，咱会通来笑念耶稣为着咱受难。全世界真济所在，嘛有安尼的，像你讲，我拄则介绍伫这个Over Amagao 迄个庄下，就是 RPS 山卡这个庄呢。十年就演一摆，这个受难节，特地咱来笑脸上帝听，咱来感恩。有人知影，这个庄稼为什么感恩？是因为拄着灾难，所以因需要用感恩来领受上帝听。其实咱看见，这几年全世界各所在拢有灾难，像日本地震了。个海啸，个核电厂发生这问题，其实某些的所在，咱能看见，拢超过真悬的迄、那个啊，也即个叫做地动，表示讲末日已经近啦。咱唔知讲末日当时要到，像圣经甲咱讲起。迄、那个末日要到，有这个现象，只有上帝知，人唔知，所以咱唔通像你讲，有人讲我当末是末日，迄、那个末日都到，啊，咱第一说的咧惊吓，咱的平凡心，咱用感恩来做咱的生活，好咱通知影，上帝伫咱中间，怎样通过伊疼咱世间人，伊所付出遐尼大的疼。为着咱受难，咱愿意来用感恩来孝念上帝听，在咱的生活中间。